好，我们把雇佣兵都讲一讲啊。雇佣兵的防弹背心，这个有没有问题啊？日常还有一个呢，哦，真的假的啊？叫我深黑市。白市，白山。非常耐玩啊！那珠宝现在也是刚好在跑黑市。今天的影片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啊？都卡住了怎么办？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。诶，那可以直接主线了。我的在，好像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？这就是所谓什么？怒触龙鳞有没有？都给你们做一个参考。我之后再做详解啦哦，都先给你们参考一下。哇，欸，这只角色我怎么没有看过啊？麦脑啊，不，天哪，这些为什么这么神猛啊？越来越佩服这个手游了。啊，那如果是碎片要怎么讲啊？有变色墨镜好帅啊！我现在没跟你们叫过死神。欸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之后都可能变成 NPC 欸，变成角色欸。因为我之前好像介绍里面的这个，然后后来他真的变角色了，我整个傻掉，好猛！